哎呀，老弟，大哥，哎呀，好几年没见了啊！当初要不是你把枪口抬高一寸，我混江龙现在不知道在哪做孤魂野鬼了。你是活了，我犯的可是死罪。要不我说嘛，我欠你条人命呢。来，请。 有啥话，兄弟说。那好，那我可就直说了。说，这一，我要你混江龙，跟我参加抗日救国军。这二呢？这二啊，我听说有几个来参加抗日的学生，让你劫到天空山来了。有这事儿吗？有。 这鬼子嘛，我还真想打，但是我自己来。这投军的学生呢，男的你带走，那女的呢？我留下了。混江龙，你这样做不太合适吧？有啥不合适的？我说合适就合适。去，给我准备好酒好菜。张连长。 你是想来个英雄救美人吧？我刚才都说了，他们俩都是来参加抗日救国军的。行，老板，你就是想带回去自己享用吧。孙江龙，你也太小看我张立涛了吧？你就这么报答我？哎，报答？但你不能不让我娶媳妇儿吧？这样吧，我留一个做压寨夫人，那个你带走吧。 大哥，现在可是国难当头，你把几个来参加抗日的学生当你的压寨夫人，你就不怕这事传出去，你混江龙的名声扫地？兄弟，我就是吃这口饭的，土匪嘛，就得无所畏惧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活，说不定明天就死，我连命都不要了，我还要啥名声？ 混江龙，当初我放你一条生路，是因为我敬重你是条汉子，你可别让我张立涛把你给看扁了。兄弟，你还真别这么说，我龙江海虽然算不上啥正人君子，但是这几个姑娘，我一个手指头都没动，我要明媒正娶。可这婚姻大事不能强求，你这叫牛不喝水强按头，趁早把人放了。 兄弟，我知道你救过我的命，但是在这儿，你必须按照天龙山的规矩来。你要是想说了话好使，除非你坐上我的位子。你要是有本事能过了我的关，我答应你。那好，你说吧，过什么关？这办法倒是有。 就看你敢不敢。我张立涛长这么大，还没有什么不敢干的事儿。看来，你是不想活着回去了。好，我成全你。 既然你是为他们来的，去把他们带过来。 张连长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你老弟的勇气，我佩服。我们可以结为兄弟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。你杀你的鬼子，我做我的山大王。顾江龙，我这次是代表抗日救国军来跟你谈判的。 是你把闯龙潭当做条件，我才依了你。我再说一遍，在抗日民族大业面前，
你跟我的生命都微不足道。你到底想说啥吧？如果我闯坛成功，我让你混江龙，跟我一起参加抗日救国军。如果我死了，我请你不要为难这两个姑娘。哎呀，张连长，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惦记着这两个姑娘。大哥，我这可不是为了他俩，可都是为你啊。为我？你想想，他们俩都是从奉天来的医科大学的学生，他们来干什么？是来给抗日救国军治病疗伤的。我知道干你们土匪这行的规矩，不抢郎中，不抢邮差，不祸害良家妇女，不抢吊孝出殡。你混江龙要是把他俩给祸害了，你还算个人吗？好，那就按规矩办。哟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兄弟，你赢了。人，你带走吧。送客。行。等等，那你呢？我说过了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。哦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今天你这个山大王我还当定了。我已经答应放人了，你还想咋样？为了让你老兄一门心思抗日，今天这个龙潭我还闯定了。老弟，你脚下这条路可是九死一生啊。大哥，你不也正是从这九死一生的龙潭中闯出来的吗？只要老弟不死，咱俩一起打鬼子。这位大哥，不要跳，带我们走吧。你不用担心。今天起，我龙江海脱袍让位。行。大当家的。弟兄们，既然大家把我推到这把椅子上，
那我就说句实话。其实啊，这闯龙潭算不了什么能耐，能打日本鬼子才是真本事。以后咱们都是堂堂正正的抗日救国军了。全体